八年不见喽！可用空间不足，无法下载。哇塞，你也拍太多奇鲁利安了吧？太多了吧？哇，哎呀，沙奈斗也好多哦。这到底都在拍什么东西啊？这张是什么东西？这张到底在拍什么东西？哇，这边更夸张，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追星族是不是啊？同一个照片拍那么多次，没想到在玩游戏之前我还要先删档案呢，搞什么？不可能啊，我这样怎么删空间都不够哎，就去买记忆卡好了。冷死了，买回来了。喂，原来是这样开啊。我的 Switch 几乎都没有拿起来过啊，全部都放在这个台座上。哇，这里真的超级脏哎，都是灰尘。Open， 有了，然后拿起来这个 In， 有了，应该吧，应该进了吧，不知道，试试看。宝可梦紫，哇，好久没听到这声音哦，好怀念哦。骆驼，一进来就有讯息了。上次在哪里哦？上次刚好跟校长讲完话是吧？吉尼亚阿斯，你好啊，你好，我是吉尼亚。为什么要讲两次你好你好？吉尼亚老师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先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哦。这个档案呢，是我之前已经拍了12还是13集的影片吗？的宝可梦紫的部分哦。然后我已经把四天王打完之后回到学校，而且也已经把重要的剧情都给全部解掉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先看这边的话也是可以哦，不过也可以先选择从那个前篇那边，就是打道馆的部分开始看哦。总之宝可梦在这几天呢新增了一个新的内容哦，所以说我就把它赶快买下来，我很期待，很想要玩啊，最近一直在玩旧版的。总之我们就先继续吧，看一下吉尼亚老师到底在讲什么。这人是之前学校的老师，发明手机的人对吧？打扰你寻宝，真是不好意思。其实呢，每年这个时期，学院都会和其他学校举办联合举办夏令营。听好喽，阿斯，你被选为参加的学生的什么？我才刚回国，你就叫我去参加什么？参加什么格数的强化合数是不是？夏令营的地方是在东方，叫做北上乡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很远，这次还特别缩减了参加人数，能参加的几率真的很低呢。就是那种，可以出去当交换学生的那种几率是吧？那种感觉哦。我想也是啊，毕竟我们阿斯这么优秀啊。详细的说明将会在学校的学院的入口大厅进行。当然，夏令营不是强制参加，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兴趣的话，请一定要来哦。那么请你考虑看看哦，好吧，知道了老师。 OK， 哇，好怀念哦，阿斯好斯好斯，阿斯的母龙曼龙炸鸡鲤鱼王老婆。这到底是什么名称？到底是什么名称？才几岁而已就想要老婆。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付费新增内容，前篇是壁纸假面，后篇是蓝之圆盘哦。左边看起来那一只就是一个带着假面的宝可梦吗？所以叫壁纸假面是吧？右边后半的话是一只乌龟吗？蓝之圆盘，那只乌龟的眼睛好可爱哦，上面还有一个星星哎，还有三条尾巴哎。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查任何资讯哦，我先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内容哦。新制服套装哦，需要先记录哦。OK， 新的服装，冬天的服装是不是？现在十二月哦，我刚才出去买的时候真的是超冷的，快冷到死掉了。然后是一个箱子哎，这箱子好漂亮哦，里面装了什么？我还没有在这个游戏领过奖励耶，这就是付费游戏吗？喂，已接收服装啊，等下去换一下啊，换衣服这样子吗？有了，那我拿到的是什么？新制服春，要点下去才能看是吧？好可爱哦，这个上半身蛮可爱的，下半身怎么看起来像海滩裤啊？下半身根本穿海滩裤吧？然后呢，这个，这个好可爱哦，我好久没看到了，这个是冬天的制服是吧？还有这么男性化的哦，怎么感觉这个新制服冬天也不错啊，有点帅气的感觉，好久没看到了哦，这是我当初破财然后把所有钱都拿去买的包包是吧？虽然说现在很冷啊，不过头伴感觉最好看的是这一套但我想穿短袖就好啊，把手露出来啊，没关系，我们阿斯很年轻哦，所以没什么问题哦。然后好像还有很多袜子这个短袜也是新的吗？没有，这是我自己买的，
学生袜、学生裤袜、学生裤袜也太肉色了吧！今天都已经买了特点了，就直接把特点都穿上去好了。然后再来是学生乐福鞋哦，啊，哎，学生乐福鞋还不错哎。再来还有新学生手套是吧？啊，看不出来，还有新学生背包啊，哎，还不错哎，这造型还不错哎，老实说，吼吼吼，还有嘞，还有嘞，新学生帽。有点怪怪的，从背面看起来很可爱、欸，然后眼镜也要戴一下，对吧？这样就可以了。突然就看起来像八加九了，不对，也有点像是那种戴墨镜的有名人哎、欸。这样远看的话，那个袜子好像还不错哎、欸，那个形状出来的感觉有点性感哦。OK， 出门了，好久没有玩宝可梦珠子了。哇，最近啊，我因为很想要玩宝可梦的关系，所以我把第三世代绿宝石、第四世代珍珠版、第五世代白版哦，都玩过了一遍哦。吉尼亚提到的那个参加夏令营的学生是啊，我的服装太显眼了是吧？我要先出去一下，好久没有跟我的宝可梦一起玩了。哇，刚刚大家应该有看到吧？我的桌面上甚至最近还多加了一只巨精怪。还有一只老婆，直接叫老婆比较快哦。沙奈朵，总之我来试试看哦。啊，第一只是阿斯阿斯阿斯，哇、哦，好久不见哦，阿斯阿斯阿斯，要不要摸摸？要不要摸摸？啊，穿过去了，穿过去了，太激动啊，被吃掉了。哎、啊欸，我去找个地方野餐好了。啊，怎么了？为什么画面跳掉了？啊啊，我为什么会走到冠军联盟这附近来？没道理啊，没道理，我爬个墙而已就跑到冠军联盟附近来了。喂，大家都出来吧！哇、哦，怎么了？怎么了？一开始就跑过来打招呼，好可爱哦，沙奈朵啊，好近，好近，好可爱！怎么了？想要洗澡招吗？想要洗澡招吗？来了，来帮你洗澡招喽！哎，我看一下、哦、，L L 加 E 这样啊，洗澡招，洗澡招，哇、哦，哇，好幸福哦！光是这样可以跟宝可梦互动而已，我就已经快要流出眼泪了，怎么会这样子啊？果然人老了之后就会不一样啊！来，我帮你把头再刷干净一点哦。这里是不是没洗干净啊？这里没洗干净，我帮你洗到破皮为止。洗到破皮就太过头了。啊，眼睛，眼睛不要张开哦，眼睛不要张开，眼睛会痛吧？这样会痛吧？好了好了，帮你冲一下喽。歪这样子，洗澡招，洗澡招。这里到底哪里来的水啊？有了，洗干净了。好可爱哦！哇哇，好可爱哦！哦，怎么了，阿斯的母龙？怎么了，母龙？然后还有蜜乐顿哦，蜜乐顿也好久不见哦。你多久？你已经半年没有吃东西了，还好吗？你半年还有阿斯阿斯阿斯。所以为什么火属性的宝可梦可以用水洗啊？这真的没问题吗？这真的没问题吗？这样冲一冲不会死掉吗？冲到一半突然温度下降，然后就死掉了。哈哈哈哈！哇，好可爱哦。OK， 好了，那先玩到这里哦。嗯，还有快龙、慢龙在睡觉了。这我家老婆哦，现在拍照还可以换音乐、哦、有不同效果、啊、哎呦好可爱哦、啊、哎打哈欠啊睡着了睡着了啊，我家的老婆就这样睡着了，嗯，真是太可爱了，哇，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哦，这游戏真的好赞哦。等一下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为什么我的沙奈朵带的东西是瞬发之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要怎么带也不会带到那个东西吧？那东西又没有任何效果、哦，我身上应该还有更好的东西吧？不行，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带哦，能带的就只有幸运蛋而已，其他都是垃圾哦。我身上怎么都是垃圾啊？我是不是什么道具都没有捡啊？之前 ，OK， 那这个就是后来新增的内容哦。我要去参加夏令营，然后我先穿成这样子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哈、哦。哇塞，这裤子也穿得太紧了吧？老师你还好吗？这是老师吗？这是老师还是哪里来的酒店小姐啊？这样会不会太没礼貌啊？欸，不过他的耳饰好帅啊。吉尼亚提到了那个参加夏令营的学生是他。欸，没错，就是我。有没有看到拉风的眼镜哦？我猜你一定就是那位吧？被选上参加夏令营的学生，我记得你叫做阿斯。太激动了吧，阿斯，你真是活力十足，闪耀无比呢。嗯。哦，后面哦，哇塞，耿鬼的头上怎么？哎，等一下，之前是耿鬼吗？我怎么记得之前好像是可达鸭还是吉利蛋？吉利蛋不对哦，忘记了。哦，你有钛金珠啊，哈哈，不愧是资源丰富的帕迪亚地区的学校。不应该是你特别优秀吧？哦，特别优秀的人才有吗？没有吧，大家都有吧？你只是想要先那个怎样怎样？你想要先对我给我好印象是不是？
不要以为我那时候我是那么简单的女人哈。哎呀，抱歉，忘了先自我介绍，我是白雷亚老师。抱歉，我来晚了。哎，是吉尼亚老师，白雷亚、吉尼亚，你们该不会交配？不要乱讲话，你们该不会是兄妹吧？我刚刚到底想讲什么？啊，阿斯，你才刚入学没多久就能参加夏令营。真是幸运呢、啊，这个夏令营呢，好像是去年九月的时候，今年九月的时候出的内容哦、啊。然后现在十二月了，人家都在玩后半的蓝资源盘了，我还在玩夏令营哦、啊。不过没关系，我可以一次玩到底哦，这样比较爽。哎，真羡慕，我也好想去哦。你到底是不是老师啊？还是只是随便讲讲，口头上讲讲而已？哼哼，我啊，白雷亚老师，真不好意思啊。哼哼。如吉尼斯老师所介绍的，我就是白雷亚，哈哈，是蓝莓学员的老师，蓝莓学员哦，我们这个叫什么学员啊？葡萄学员吗？有点忘记了，太久没回来上学，我已经那个休学半年了，哈哈哈。那是合众地方的学校，白雷亚老师是那里的教务主任哦。合众地方有听过哎，合众地方是哪一区啊？有点想不起来了，哈哈。今年的夏令营是由蓝莓学院负责领队。所以我来接阿斯你了哦，所以你就是我从今天开始的老师是吧？还是我还是我的妈妈？我有点担心哎、欸，我以前国小的时候不小心把老师叫成妈妈两次哦，大家有那个经验过吗？超级尴尬哦，妈妈、老师，等一下应该会哦。北上乡以田园风景而知名，虽然有点土气，但是个神秘的地方，哈哈。在那里检测出了和帕迪亚地区钛金化相同的能量哦，钛金化现象相同的能量。我正期待着领队时还可以顺便去调查呢。哪天有机会的话，真希望也能让我好好调查一下帕迪亚巨坑里面啊。老师，我去过哦，要不要我跟你讲啊？虽然我对那边没有很熟啊，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宝可梦联盟或克拉维尔校长批准，你是说那个吗？一直推眼镜的柯南吗？变装变得超级烂，然后一直推眼镜的柯南吗？很难说能否去调查哦。哈哈，这我当然知道，对啊，他只是说想去而已。你已经申请好了，不是想去，是已经可以去了，这么厉害哦！我已经申请好了，期待能收到令人满意的回复哦。好像不想让他去耶。吉尼亚老师是不是挡住他了？不想让他去啊？为什么？怎么笑得这么开心？不怀好意耶，啊，阿斯，把你晾在一旁，真是不好意思。对啊，我刚刚都在想，我要不要去尿尿了，还是去找我的老婆玩哦。总之呢，夏令营能够把你寻宝的舞台拓展到帕迪亚以外，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帮你更新图鉴 APP， 能借我一下你的手机骆驼母吗？那个手是怎样？那个手感觉有点下流哎，老师，老师，好好。旁边还有在养那个鬼系的那个宝可梦哎，好可爱哦！阿斯的宝可梦图鉴中追加了北上图鉴哦，北上图鉴哦，不是全国而是北上哦。好，搞定了，这样你就能尽情的登录北上的宝可梦喽。超级好理解，在北边所以叫北上。我们已经获得你家长的同意，你就好好的去享受夏令营吧。哦，等一下回去找一下妈妈好了，妈妈跟校长喝的茶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生出弟弟了或妹妹？我比较想要妹妹哦，哈哈，吉尼亚真是好懂的人，很有魅力呢。哎呀，交配了，可以交配了。那么阿斯，前往北上乡得搭飞机又搭巴士，路途遥远。真的哦，你要是做好前往北上乡的准备，可以来跟我说一声吗？所以再去找老师就可以去北上乡了，是吧？好的，我准备好了。那个白雷亚老师哦，对，我忘记去找妈妈了。啊，算了，随便啦。我的妹妹应该早晚会出来的。阿斯，什么叫早晚会出来？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鬼话？你准备好要去北上乡了吗？是，走了。他说要坐飞机吗？有要坐飞机吗？反正要搭巴士对吧？好，等其他学生都到齐了，我们就出发吧。还要等其他人哦？我不是最后一个。我听说参加的学生是用抽签决定的，彼此都是第一次见面。真的假的？我是被特选出来的，不是吗？虽然我是大家的领队，但我自己也会享受夏令营的。可是说是说的这么好听，可是我是花钱买的，我是花钱买出来的。对了，你知道紫之书吗？好像听说过哎，想不起来了，看一下，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哦，真是意外，
这所学校应该也有收到捐赠才对。那本书的作者海哲是我的祖先，吼吼吼，我拥有他的原版书哦 ，original 哎，好像很厉害一样哎，哇，马上就拿出来，我好像看过这本书哎。你看，这是在出版的书里被涂黑而无法阅读的东西，那是代表一些不可以放送的内容，对吧？啊，在 YouTube 有时候我也会讲到不可以放送的事情哦，就把它卡掉了，大概就是那种内容吧。圆盘的宝可梦，左边这边吗？和观测队的队员们走散时，我似乎在巨坑的最深处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物体。那是不是宝可梦？算不算生物？皆无从得知，是种谜样的存在。它的外壳由多层六角形重叠构成，发出的光比宝石还要来得耀眼。那形状就如同圆盘一般哦。哦，这本纸质书我想起来了啦，就是帕迪亚巨坑的写的内容，对吧？不对，应该说是写着帕迪亚巨坑的内容。看这张图片，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圆盘宝可梦是吧？哦，然后嘞，我暂时将这种生物称为泰勒巴哥斯。我推测促使宝可梦闪耀发光并结晶化的物质，正是它的身体哦。这样子哦，什么属性啊？这上面描绘的宝可梦名字叫泰勒巴哥斯。据说海哲在地灵区的最深处遇到了这只神秘的宝可梦。地灵区最深处耶，虽然世人都不相信这件事哦。那样跟我讲可以吗？而且你怎么随身带着那本书啊，老师？连工作都要带着。我的梦想是找到泰勒巴哥斯，证明海哲是正确的。为什么要特地跟我讲？为什么要特地跟我讲，老师？老师，你是不是对我什么过分的期待啊？虽然我是冠军，没错啊，我是冠军哎，对各位，我是冠军哎，我在这个学校我是冠军哎，啊，哇哇哇，好厉害哦！话虽如此，我到现在都还没得到进入地灵区的许可。说到冠军，妮娜呢？妮娜叫妮娜吗？莫娜啦，莫娜呢？莫娜今天都还没遇到哎。哎呀，没关系的，我打算去做现在能做的事。你说当个社畜是吧？白雷亚老师，我们准备好了，怎么还有小朋友啊？那年纪没问题吗？啊，你们没有收到新制服啊？好了，看来人都到齐了。那么大家，我们往北上乡出发吧。喂嘿，阿斯看起来最成熟哎，不愧是有老婆的女人。哦，右下那个在坐飞机吗？还有快龙在飞。听说快龙不是一小时可以绕地球36圈吗？还是30圈？忘了，忘记多少圈了。快龙应该比飞机快吧？哦，来了，灵芝秘宝！哇，开始了，开始了！哇，影片都开始了几分钟了才开始哦。前篇蔽之假面，这个画风好，那个字写的好可爱哦，好喜欢哦。哇，还有那个铅笔怎么讲呢？蜡笔涂的颜色的感觉。这里就是新的区域是吧？哦，这也太乡下了吧！北上乡真的是乡村哦。这么开心哦，从有 seven 的地方到没有 seven 的地方，你知道这是有多痛苦的差别吗？我看你们是没有去过乡下哦。终于到了，又是飞机又是巴士的，坐得我屁股好痛啊！哈哈哈哈，漫长的旅程，大家辛苦了。白亮老师只有我们学校的带我们学校的人哦，没有人走散吧？如果说有的话呢？我现在想要去走散一下，都到了，我想要去走散一下嘞。骗大家的麻烦哦，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北上乡，鸟不生蛋啊，鸟不生蛋，什么东西都没有哎。这里就是从现在开始的夏令营的舞台，已经冬天了呢。不瞒各位所说，现在是12月16号呢，已经冬天了呢。哦，有好多那个蜻蜓的宝可梦，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田园风景还真是闪耀无比呢。前面那边是翠绿镇，也就是我们作为据点的村子。喂，这边好有乡村的感觉哦。我看到左边有那个爪王的退化，叫什么？巫婆是不是？巫婆超可爱的，我有点想要去抓一下。等一下去抓一只好了。老师，我有点不舒服，你要大便了吗？我经常呢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早上如果不小心买个面包，再加个牛奶，我就会拉整路，就会整路想要拉哦，拉整路也太夸张了吧。哎呀，不妙，看来是晕车，原来是晕车的部分哦。啊，自从我拿到手机或者是游戏的机台之后呢，在坐交通工具之前，我一定会先去吃个晕车药哦。大家一边欣赏田园风景，一边休息一下吧。哦，所以我可以走散哦。
阿斯，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怎么了？这么正式哦？因为我是冠军吗？可以请你到前面的翠绿镇居民会馆告诉管理员先生我们到了吗？哎，你这么相信我，我也是你的学生之一吧？如果我到处走散的话，你会出事。哎，这么相信我，那我要让你出事咯。如果你能顺便告诉他有学生不舒服，那就帮大忙了。 我知道了，交给我。没有不要，我想选不要的。你真是可靠，我要在这里照顾他，所以事情就拜托你了。 OK， 要照看他就对了。哇，今天开始就是乡下生活了吗？我BGM好好听哦。哇，头看起来很痛耶，还好吗？我像可达鸭一样头痛的不得了。对啊，可达鸭好像会莫名其妙就头痛的样子哦。稍微跟这两个人讲话更好了，他们也是我的旅伴哦，不可能一路上什么话都没有讲吧。我是第一次来到海外，来总感觉空气闻起来不一样哦。这边是海外哦，来看一下地图，地图会长什么样子啊？这里就是北上乡哦。啊，欸，哇塞，北上乡也看起来太大了吧。哇塞，北上乡根本是另外一个帕迪亚，是帕迪亚了吧？帕迪亚这样子，北上乡这样子。哦，等一下哦，好像还是很大啦，我不知道有没有超级大啦。看起来是有一个区域、两个区域、三个区域、四个区域、五个区域吧。然后边边都是那个不同的生态系，中央的话是一个，这是山吗？还是水坑啊？不知道哎。好像好玩哎，哇，开始期待起来了。啊，你呢？那位同学应该没事吧？刚才巴士晃得很厉害呢。啊，肯定没事啊。哎，现在无法骑出密勒顿，真的假的？那这个嘞？哦，有了，老婆跑出来了。哎，这里宝可梦几等哦？有点好奇哎。这里宝可梦应该很高等吧？老婆的复制，老婆的飞毛腿，好难，好难听哦。54等哦。哎，真的是蛮高的。哦，所以我如果去抓那个巫婆的话，它很快就会进化了吧？这个是什么啊？刚看到一只奇怪的宝可梦，哎，其实我因为很多宝可梦啊，就是除了第五世代之后的宝可梦都不太熟哦，所以就算遇到色尾的话，我搞不好也注意不到哦。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啊？没想到，没想到这么快 DLC 就开始了。哎，这个是，哦，这个是那个多什么什么丝的，四个字，想不起来了，多利多姿吗？不对，怎么会变多利多姿啊？然后东西拿一拿啊，哦，好爽哦。这也太乡下了吧！哦，还有好多毛毛虫在过马路哦。这东西会不会走一走就突然被压死啊？啊，等一下，这只我要巫婆哦。啊，真的好可爱哦！储水，喂，哦，对，叫巫婆没错。巫婆的话，我先用个，等一下哦，好像不管哪一招打下去，它都会死掉哎。我先换一下宝可梦好了，鲤鱼王好了，鲤鱼王应该可以打哦。巫婆使用了地震。哈哈，这么小只震得起来哦？那我就用水流尾吧，它是水属性加地面系哦，所以这样应该不会扣哦，重烫。喂，有了黄血，好了，那这样子就可以丢高级球了吧？来吧，高级球，本系列的第一次抓宝可梦哦，能不能成功呢？哇，怎么这么快啊 ？Easy， 超级 easy， 抓到巫婆了，有了 ，OK。那这样就没问题了。巫婆黏液，水鱼宝可梦，水加地面系，在陆地上走来走去时，会用黏花花的毒黏膜覆盖着身体的表面。要取名字吗？先不用，嘿嘿嘿。先把它带到盒子里面哦。这到底是什么名字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啊？到底是之前到底是谁在玩这个游戏的？什么叫月宫门钥匙？小贱娃，哈哈哈哈哈！哎，这么可爱的宝可梦取这什么名字啊？哈哈哈哈哈！过动，我叫吼。OK， 不要再多看了，多看到时候会出问题哦。我先把我的巫婆拿出来哦。OK， 那差不多该出门了。哇，龙虾小兵哎！哇，这就是真实的龙虾小兵吗？好可爱哦！喂，好赞哦！然后先到水田这里了，哇！有好多好怀念的宝可梦哦，好赞哦！这就是开放世界的宝可梦吗？虽然第一次玩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哦，我记得啦。第二次玩的时候又更感动哎。然后这边有写东西哎，看不懂的宝可梦文字哦，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韩文呢？哈哈哈！
哎呦，好多人哦，就是那一间吗？哦，完全看不出来在写什么东西哦。完了，真的是来到国外了。阿斯搞不好看不懂吧？那边有两个人呢，然后头发金金的，怎么带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你们是谁啊？姐妹吗？我、哦、右边那个大姐姐看起来还蛮可爱的，我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姐，你看，你看，你好，你好，我看，我看，哦，我跑过来了，怎么了？看到我就跑过来？哦，是我的服装的关系吗？他们认得我？你就是帕蒂亚地区的那个什么学院的学生？哦，没错，我是天星队哦，好帅，好帅，哎、欸，怎么样？比你姐姐还帅哦，乌力。你安静，怎么了？嫉妒了吗？哇，他的眼睛上面还有眼睛下面还有一个美人痣哎、欸。我是丹羽哦，哈哈，丹羽你好。很抱歉，我不会让外地人进来翠绿镇的，这么排外哦。这是什么年代的乡镇啊？太排外了吧！而且这个表情配上这个手，说不会让外地人进来翠绿镇是怎样？太排外了吧？什么年代了，还在排外？你要是无论如何都想进来，就得要和我一决胜负，这么轻松哦？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规则？这个规则的意义在哪里？然后我刚才才抓一只巫婆、欸，会不会巫婆先死掉啊？哦，根本就是姐你想对战而已，真是爱捉弄人啊！这样子哦，阿里你很啰嗦，这是恐怖游戏吗？太气了吧，气到手都要发抖了、欸。阿里，我觉得你哪一天一定会被你的姐姐打死哦，你要小心一点哦，不用理我弟。我对我好声好气对他弟就是一拳呢、欸，哦，那么你就位吧，好啊，我可是有带老婆来的、啊，你要小心一点啊。你只有带弟弟，我可是带老婆的，在大街上打架、啊，会不会等一下左边那个墙壁直接被我的技能给打爆啊？让我好好陪你玩玩，是你陪我玩玩，还是我陪你玩玩？你要好好讲清楚哎、欸。现在比较想要对决的人是谁？是你吧？然后这个头发让我好在意哦，他中间那个头发，那中间的头发让我好在意哦，好像打了一个叉叉的感觉。宝可梦训练师丹鱼来挑战了，喂、哦欸，土狼犬，哦，竟然是小只的、哦，我还以为你会是像冠军一样那种六只宝可梦跟鬼一样的。欢迎来到北上，先品尝泥土的滋味吧。哎、欸，你现在在对我老婆说什么？我老婆可是71等，然后70等哦，老婆的逃跑，真是奇怪啊。看一下啊、哦，有效果，超能系不能用哦。那我用妖精系打他一下就好了。月亮之力，哇，直接爆炸了，轻轻松松哎。哎呦，原来你还懂属性相克啊？嘿嘿嘿嘿嘿，怎么样啊？我可是冠军哦！你知道我是帕迪亚巨坑里面爬出来的冠军吗？我听起来超强哎。斯摩查，斯摩查是谁？我只认识斯摩格哦。不认识哦，不过我来换一只宝可梦试试看哦。阿斯奥斯阿斯，换你了，你好久没出来了哦。我身上的道具怎么都是一些垃圾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只阿斯奥斯阿斯带的是清净符哎。哦，清净符是什么？容易逃跑吗？不容易遇到宝可梦吗？有点想不起来了。斯摩查看起来是鬼系耶。斯摩查，哦，应该是吧？幽灵系之类的吗？我不担心，试试看哦。好像是哦，中了，哎 ，OK， 这样就两只了。他的宝可梦都是退化型的感觉，但也是六尾哦，六尾很可爱。我有没有格斗系啊？好久没有玩这个版本的宝可梦哦，所以就直接用我的阿兹奥斯阿兹进去吧。哎，六尾是火属性哦，不是一般系。突然想起来了，那我用霍布丹型打好了。嗯，忘记这招痛不痛了，不过应该还好吧。OK， 半疗血哦，定身法。什么技能？哦，好帅哦！这个特效，封住了霍布丹型啊！技能没办法使用第二次的回合是吧？那就换一招就好了。暗影球，有了！哇，好怀念呆火二那个时候啊！当初的阿兹奥兹阿兹多可爱啊！现在长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怎么样？全部都是进化型？我说你搞什么？不给面子是不是？在弟弟的面子不给面子，在弟弟的面前不给面子哦。没办法，我家老婆就是这么的厉害哦。哇，那老天鹅哦，你竟然打赢了我姐，太怂了吧！我那老天鹅哦，我真不甘心，我怎么会输？气到发抖。哎、欸，这角色还蛮可爱的。
好好好，好吧，勉强算你及格。没办法，就允许你当我的跟班。什么跟班？什么跟班？你看起来年纪比我还大，你怎么会这样讲话？什么跟班？而且你的头发里面到底怎么染的？好厉害哦！进到村子里哦。哎，你们三只在做什么？果然在路上绝对会被骂的哈、哦。切，真麻烦，原来是个不良少女哦。阿丽，我们走。乌力，她叫乌力哦。姐，等我啊！怎么了，秃头？这样好像很没礼貌，见面就叫人家秃头。哎呀，你好，你好，你是学院的学生吧？我是在村子里管理各种设施的管理员，将会由我负责照顾来自学院的各位。好好好，你好，你好。我说啊，刚刚那对姐弟哦，不是姐妹，没有对你搞怪吧？是。哎，他有对我。哦，这样没错，没错。有没有对你搞怪？没有，否。哦、oh, ，OK OK， 我的中文有点不好，不好意思。哎，那两个孩子，特别是丹鱼，从小就让人头疼啊。要是给你添麻烦了，真抱歉啊。啊，没问题啦。我们阿斯可是冠军呢、啊。什么？在公车站那里有身体不舒服的学生，有必要那么惊讶吗？只是晕车而已，又不是什么那个胃穿孔或者是骨折之类的，没必要这个态度啊。然后后面是不是有那个宝可梦中心啊？这里的宝可梦中心还是露天的、哦，会不会太热啊？太辛苦了吧？而且太阳那么大、欸，超级热，没冷气可以吹哦。我马上带着药去接人，带着药是指什么药啊？是指什么药？金石之胃肠药吗？请你先到那边的居民会馆等一下、啊，好啊，好啊，好啊。那我先失陪了，好啊。我老爷爷跑得动哎、欸，看起来很健壮哎、欸。OK， 接待会馆是吧？前面那里吗？这边有一个头痛到不行的人在干嘛？我要吃炒面，我要吃刨冰。就这样哦，就这样哦。这边的人种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啊？服装也不一样哎、欸，这服装好可爱哦、喔，有点像那个日本的浴衣的感觉、欸，超可爱的、欸。我是不是还可以看到他腋下？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六尾，难怪不能讲话吗？听说你是从海外来到这里参加夏令营的，难怪我没看过你，好可爱、喔、六尾，等一下，这六尾超可爱、欸，这六尾超可爱，还会抬头看我、欸。哈哈，一丝 kill， 笑得这么开心怎么样？你是想要变我家宝可梦了吗？有咯，超级可爱这六尾，你的六尾真可爱啊！哎，怎么了？嗯，动不了了啊！到了，到了接待中心了。为什么我又突然瞬间移动到这里了？管理员，大家请到这边来。哦，来了，阿斯，谢谢你帮忙传话。那位同学现在已经好多了。你说最后面那个吗？看起来没有很好啊。好的，大家，这里就是居民会馆，也就是接下来这段期间大家要住宿的设施哦。哦，好像很好玩耶。照计划来说，蓝莓学院的学生也会一起在这里住宿哦。好好好，原本应该是那样的，但现在改为由葡萄学院的学生单独住宿在这里了，好爽哦！耶、yeah! ，洗澡不用跟人家一起洗，饭可以自己吃，不用抢厕所，大便自己大，耶、yeah! ，不用一起大便。因为这个村子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故乡嘛。那么来吧，请进，请进。哦，他们可以直接进去他们自己家里住就对了，所以就不用来这里住哦。就是刚刚那两个吧，我猜应该就是了。态度有够嚣张的姐姐跟很可怜的弟弟哦。来来来，不用客气，赶快进来吧。我没在跟你客气的哦，我这个人做人最不会客气了。啊，穿着鞋子进来没关系的，鞋子沾了太多泥巴屎。就请在入口的水龙头那边冲洗一下吧。不要不要，我绝对不会在那边冲洗哦。我一定把地板踩得很脏之后再请人家帮忙清干净哦。你好像太不客气了，但我没说我。哎，左边有东西，那是什么？那是宝可梦吗？那是食物吗？萝卜。我、哦、好在意哦，那到底是什么？装潢很漂亮吗？这座设施是新盖的。嗯，好干净的感觉哦。这座设施各种设备的水准也不输城市呢。嘿，虽然是乡村哦，这里。对耶，哇，看起来好像那种行政事务所。哦，这是什么？长了三颗奶子的宝可梦哎。这里是交易厅，可以看电视聊聊天。哇哇，有种回到了大学时期的感觉。哇，好怀念哦！交易厅可以看电视聊聊天的地方。哇，而且还有夏季的东西哦。刚才那些人穿的是浴袍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祭典哎，还有祭典可以玩哦。我、哦、那边还有卖刨冰哎。哦，这是什么三角房子？可以看电视、聊聊天，请随意使用。好好好 ，A 食堂在那边，厕所的话在这边。好好好，
要休息的话，请用那边里面的房间，房间能够让各位一人一间的哦。哦，还有一人一间哦，这么好。说明的应该差不多了，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请告知柜台的工作人员吧。零用钱不够可以拿吗？零用钱不够可以拿吗？谢谢您的说明。那么大家向接下来要照顾我们的工作人员们打声招呼吧。麻烦了，麻烦照顾了，麻烦照顾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都这么有礼貌，叔叔我非常放心，你不是伯伯，你是叔叔。哦，少年兔吗？请把这里当作自己家吧。今天移动了这么远的距离，大家应该累了。虽然时间还有点早，但我们先吃晚餐吧。我们准备的很充足，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吃哈。哈哈哈！啊，耶！哇，太开心了吧！太开心了吧！真的是青春呢。吃饱了，吃什么？我也想看啊！我也想看你们吃什么。哦，晚上是自由时间，不过夏令营明天早上开始就要正式了，要正式开始了。所以要早点睡，别睡过头了。那我今天晚上不要睡觉好了。这种时候怎么可能会睡得着啊？新的地方欸，怎么可能睡得着啊？然后交易厅，交易厅有人吗？好，健康通知，手工制作苹果酱哦。可以自由取走啊。会馆使用费调涨通知，新价格。这里还要钱哦，价格如下，多少？阿斯直接开始摸头了，到底有多贵啊？连我们阿斯都买不起吗？我们阿斯现在有多少钱？我们阿斯现在有多少钱？阿斯现在有钱很多吗？25,000哦！阿斯你也太有钱了吧！哇，阿斯你也太有钱了吧！哇塞，哇塞！欢迎光临，你好，帕迪亚的同学，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上居民会馆，我们会提供各种观光服务，让你使用手机洛托姆打开背包等等时，那上下边框的颜色，它是可以依据你目前所在的地区改变颜色的哦。要改变颜色吗？更改为地区变色好了。我是不晓得有什么颜色差距啊。然后密勒顿我可以让它变成战斗形态齁。我还没有试过欸。啊，是是是。先把我的乌波放进去一下看看哦。看一下密勒顿是什么感觉。哇 ,68 等对战形态。哇。哇，我的伙伴啊，龙属性加电属性的密勒顿哦，力量宝石，闪电猛冲哦，好久没看到了，浮躁的克性哦，然后浮躁克性好像没有加任何跟减任何的属性哦，就每一种个性呢，在宝可梦都是会有能力值的差距的哦，好爽哦 ，OK， 密勒顿还是乖乖在我胯下就好啦，然后乌波先把它带出来哦。好了，那再来就是要去休息，是不是？这里面吗？你是谁啊？哦，你是同学哦。我的房间里有虫宝可梦，哦，还有这种事情哦。有人会怕虫宝可梦的关系，所以房间有虫宝可梦会有这种感觉是吧？今天要休息了吗？是，虫宝可梦，是蟑螂的感觉吗？对他来说的话，哦，来了来了，喂，出现了，是那个两个姐弟哦，他们只有两个学生而已哦。葡萄学院吗？不对，我是葡萄学院哦。他们是什么？忘记了。大家早，有睡好吗？从今天起，蓝莓学院的学生也会和大家一起行动哦。蓝莓哦，可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丹鱼。你是哪里来的地下偶像？是不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而且还跳得这么开心。外地学院的各位，外地还讲外地。外地学院的各位，我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哦，呵呵。但是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对吧？这人有双重个性哦。我是乌力，太内向了吧？他们两个是这个村子的在地孩子，要是有什么事可以请他们帮忙哦。你们要好好帮忙大家哦。知道了。为什么？乌力怎么了？那么我来说明一下夏令营的课题呢。课题的内容是定向越野。哦，那我今天至少要完成一个课题吧。不对，课题是整个全部夏令营都是吧？要请大家两个人一组，找出设置在北上乡的三个看板。哦，三个看板哦。所以我可以先去找一个看板就对了。看板上面写着北上的民间故事，希望大家读一读，认识历史，并用手机或相机拍下两个人和看板的合照。
喊三个看板，分别拍好合照之后，任务就完成了。换句话说，这是探寻北上历史的定向越野之旅，好像很有趣哎！哇，好有趣哦！还以为校外教学就只是出来外面那个大家一起吃个饭啊，然后夏令营哦，夏令营我不知道那到底干嘛的，我没有参加过夏令营哦，好没童年哦。哈哈，那比起听我叔叔的，听伯伯我的长篇大论还来得有趣，对吧？哦，没错。天啊，这是别出心裁的课题呢。哈哈哈。对了，我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是什么？是新老婆吗？落拍棒，这什么东西？这什么抓羊不求人的感觉吗？落拍棒真的是抓羊不求人呢，能让手机肉托姆搭上的棒子哦，自拍用的、哦、自拍棒 哦， 哦，这世界有自拍棒哦，哎、欸，好酷哦，这样子啊，这世界有自拍棒啊，哦，可以更远的地方拍照，哎、欸，好哎，在城市很流行，大家在拍照的时候请用看看吧，哇，我喜欢这个地区的人哦。他们都很努力让那个就是乡下呢还是有城镇的感觉，他知道我们是城镇来的哦，怎么这么窝心啊，伯伯，我从今天就叫你爸爸了好不好，爸爸，让我顺便教大家我独创的最潮最夯自拍姿势，真的吗真的吗，爸爸真的要这样做吗，我最上相表情哦，新表情，最潮最夯，听不懂是吧，太城镇了，连语言都是用这么潮的、哦、增进学校之间的交流也是夏令营的目的之一，而这个课题也有熟悉北上的人就会有比较有利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尽量和其他学校的学生组成一组，多多交流哦。其他学校也只有两个人，要怎么配对，要怎么配对啊，这样这是要怎么配对啊， OK， 所以要配对的话，你们怎么笑这么开心啊？我先来试试看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交流吧。我来看看哦，站在这里，好、啊，这样子哦，笑得太开心了吧，前面的人，然后表情最潮哦，这个、哦、我最上相哦，我把眼镜拿掉一下哦，我最上相啊，这种感觉哦，好可爱哦，这怎么会这么可爱啊？为什么这游戏的 拍照可以这么可爱啊？耶、yeah, 哦耶哦吼哦吼哦吼哇哎、欸、这个还可以指东西耶，这个可以指东西超好用的，哎、欸、喂你吃一只手指哦，嘿嘿嘿，这样不错吧，那骆驼棒怎么用啊，这样子哦，这样子就可以拍了，超可爱，可以用成中间哦，跟之前拍的角度不一样耶，哇阿斯你真的好上相哦，阿斯你的脸为什么可以这么上相啊，这张还不错哎，会笑，超级丑，哇，好赞哦，超可爱，真的超可爱。OK， 那大概就这样子哦，先来交流一下吧。你叫阿斯是吧？嗯，你为了和我们交流，所以特地过来的。不，是你过来搭话了，竟然不是？难道你是个怪家伙？是，我是怪家伙。对了，从昨天阿力。我弟弟他就对你着迷得不得了了呢，不行哦，我是已经有老婆的人了，在家也一直听你的事，真是吵死了。不可以哦，弟弟，人家已经有老婆了。啊，笨蛋姐，你怎么说出来了？哦，难怪他刚刚那么畏畏缩缩的。拜托，我可是冠军哎，谁是笨蛋啊？小心我修理你哦。暴力掌权哦，你看他害羞成那样子，这孩子嘴很笨。我想反正他自己也说不出口，你就和我弟弟打场对战吧。哦，原来是这方面的要求哦。哦，我是冠军哎，等一下他没自信怎么办啊？什么？我完全听不到，你耳朵不好、啊？乡下人耳朵不好是不是？我这样是不是太嘴了？好啦，拜托了，你就和我弟弟打场战斗吧。好啦，没问题啦。嗯，想不到你还蛮贴心的嘛，我弟弟也会很高兴的，不然你听不到啊。阿力，阿斯托他想要和阿斯托说，阿斯他说想要和你对战，什么？哇嘞，好老天鹅哦，可以吗？可以吗？可以。那么各就各位吧，大家也让个地方出来。哦吼，我要拼冲天！什么叫拼冲天啊？我是冠军哎、欸。他的词好像有点太难懂了，这就是乡下的语法吗？
好啊，我要变上天，变上天去哦。啊，你叫什么？乌力是吧？我只记得你的名字叫阿力哦。伟力哦，伟力耶，好久不见了，这只宝可梦很可爱耶。它是，我记得之前是一般系啦，现在会不会是妖精系啊？哇，好像在做梦一样，能跟你对战，好开心。好啊，老婆的察觉哦，伟力的察觉。好久好久，老婆的幸福但好久。OK， 那我看一下哦，先试试看，妖精系的话哦，能量球打打看好了，能量球基本上可以中吧。我不确定伟力现在是什么属性哦，一下就死了，完全不用思考哎，随便打就好了。OK， 那这样就打掉第一只了，再来是轻轻艇哦，那我就换个炸鸡出来好了，炸鸡的这个版本第一次出来哦。老婆回来吧，哎，是炸鸡，后面那边有一个钛金矿哎，你们的那个杂货店后面有一个钛金矿哎，那个有没有要去摸一下啊？有了轻轻艇啊，这只叫轻轻艇哦，那我就直接用燕凡就解决了吧，它是重属性，飞行性秒一下就死了 ，OK， 超级强哎，炸鸡耶，弱点被打得真彻底，我是冠军哦。你们都是觉得我不是冠军是不是啊？我是冠军哦，我一定要宣传一下。阿斯，你可以帮我宣传一下吗？阿斯，你不能帮我宣传一下吗？哦，两只而已哦。哦，我的老天鹅哦，好怂哦，怎么可以这么怂啊？现在老天鹅的鹅是我自己加的啊，打得漂亮，太开心了吧？交流战打得不错，这就是青春啊！啊，果然挖来老天鹅哦，太强了，阿斯你太强了。阿力的实力只差我一点，你停有两下子，你停有两下子的吗？哦，拜托，你都被我打掉了不是吗？怎么感觉他好像觉得自己很强啊？那个两人一组参加的东西叫什么？定向越野？我说你啊，你就和阿力一组吧。哦，好啊，没问题啊。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反正我们两组队也没意思。难道你想和他之外的外地人搭档？这个吗？这个就是遇到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的那种后面在有人在后面一直推的感觉吗？好好哦，好羡慕哦，有这样的姐姐，太好用了吧？她这只是在害羞而已，我自己会随便搞定的，我弟弟就拜托了。好啊，好啊，好，没问题啊。好好调教一下你的弟弟哦，回来之后他就会变得比你强了。阿力，走，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要魔鬼特训，我把你的宝可梦练得比你的姐姐还强哦。看来分组分得很顺利呢，一点都不顺利吧？这边两个一对一嘛，然后他姐姐跟其他的其中一个，还有剩下两个人呢，剩下两个人怎么办？很顺利吗？那么就来把看板的位置登录到大家的手机骆驼姆里面吧。嗯，从现在起，定向越野正式开始。如果需要商药或精灵球等道具的时候，请到那边的陶泽商店购买哦。陶泽商店哦，那个看板的话，穿过村子的西边，苹果园有个宝办广场哦。有在地人果然很方便，先去那边，比较好。没关系啊，对我不用那么尊重了，可以直接讲出来，我不会把你吃掉，好不好？我只是近，能依照顺序看会比较好懂。我会给你添麻烦，所以我远远的跟着你就好，不用担心，好不好，弟弟？没问题的，交给我，所有东西都给我。好，你要直接离开哦？真的假的？两人一组这样子可以算两人一组吗？哦，不过只要一起拍照就好了哈。骆驼，克拉维哦，校长你好，好久不见了。你好，阿斯同学，我是克拉维尔，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有问题啊？没有，有问题哦，没问题。好。哎呀，听起来很有精神，太好了。那么我们立刻进入正题吧。这次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阿斯同学你得到了一个光荣的机会。机会？你应该知道位在合众地区的蓝莓学院吧？哦，知道。哦，我如果讲不知道会怎么样？咦，我听说你在夏令营时，不是时，是在夏令营 ING 哦。夏令营 ING， 字数完全不对哦，是和蓝莓学院的学生一起行动哦。我的一位老朋友就在那间蓝莓学院担任校长，担任校长，校长我都还没见过他就知道了，这世界的消息是多灵通啊！他热切的想要邀请阿斯尼同学你
前往蓝莓学园交换留学哦。我相信这是一个了解广阔世界的大好机会，毕竟凡事都要勇于挑战啊。可是他究竟为何会指名邀请阿斯尼呢？我是冠军哎，当然吧。校长，你知道我是冠军吧？不如就你去见他一面，问问他真正的用意吧。他是一位相当独特不羁的人，但我也会陪伴你去的，所以请放心。哦，是哦，校长你也会来哦。我会在校长室等候你，当面告诉我相关的答复，之后请再来找我吧。哎呀，如果夏令营还没结束，等那边告一段落之后再来也没关系的。百忙之中打扰你了，那么请多保重。我可以先去玩圆盘哦。哦，我可以选两种剧情是不是？那夏令营之后再处理怎么样？这样会不会太过分啊？怎么办？我思考了一下之后，我决定我想要先去当交换学生哦，先去交换学生之后再过来好了。最近大家都在当交换学生嘛，我也想要去一下哦。然后钛镜矿我也想要先稍微看一下哎，这个地方的钛镜矿到底是装了什么？跳起来之后摸一下看看吧。这里面的话是，这是什么？我猜应该是皮卡丘。哇，还真的是卡比兽哎！竟然有卡比兽，这边抓起来好了，拿来当枕头、哦。OK， 我刚才看了一下幽灵的话呢，我好像没有属性可以直接打哦，就是克制，所以我就用我最强的技能吧，月亮之力哦。什么？还扣这么一点点，我被打输啊！哦，这什么东西？哦，被炸不见啦！打不赢，完全打不赢哦。这家伙太强了！哦，有了有了有了，要先回来学院哦。刚刚离开又回来，咦，你的脸，我的脸，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到底是谁来着？阿斯，我是阿斯，超级强烈主张自己哦。啊，对对对，阿斯，我知道我知道。好，既然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走吧。你是谁？你要先自我介绍啊！你是谁？要带我去哪里啊？你是哪里的变态啊？等一下，等一下，席兰校长，席兰，你是校长啊？哪里来的变态啊？咦，小伟你在啊？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呢，小伟，小伟怎么这么怂啊？这个叫法，你在说什么？我当然在了，还有那个称呼在学生面前就，真难看啊，校长。话说你不是跟我约定好会来校长室的吗？咦，是那样吗？对啊，说要在校长室前面等他的哦。而且小伟，我以后也叫小伟好了。哎呀，没差没差，反正就是这孩子对吧？这么随意的校长啊，那是没错。但啊，阿斯同学，真抱歉，我没有好好说明。这位就是想邀请你去交换留学的蓝莓学院的席兰校长哦。哦，想要找我去是吧？我是校长。诶，我之前没说吗？你到底怎么当上校长的啊，老哥？看阿斯同学的那个反应，恐怕你是没有向他说明诶。哦，又在推眼镜了，小伟又在推眼镜了。一直推一直推。话说回来，就是你为什么要指名阿斯同学去交换留学呢？我是冠军啊，当然啊。小伟你问得真好。那是因为啊，我是冠军哦，你没有长头发，不是没有长头发，你看起来也太凶狠了吧，那个发型。是因为什么来着？失智老人啊，失智老人啊。啊，对了，我的情报网告诉我，有个似乎很有趣的孩子啊。你的情报网，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啊？你不是校长吗？到底在干啥？刚刚我也在附近打听了一下，很多人都对你感到有兴趣呢。哦，像现在这样实际见到你后，我也觉得你挺不错的。好啊。哦，席兰校长你也这么觉得啊？哈哈，我非常非常期待你能到本校留学，为我们带来一股新气息。席兰校长看人的眼光很准确，只要阿斯同学你愿意，我希望你也到蓝莓学院去增广见闻。哈哈哈。换句话说，这是寻宝的扩充版啊，这样子啊，跟刚刚那个有点像嘛哈。我也很想陪伴你，但有席兰校长在的话，暂且是可以放心，对吧？小伟，那个小伟，小伟，你的自信呢？放心，放心，请去寻找从未见过的宝物吧。
那么祝一切顺利啊！我只要没有解必之假面的话，来解这个蓝之圆盘应该也无所谓吧？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哎？应该没有关系吧？你想去蓝莓学院的时候就来跟我说一声吧，我先去申请入学哦。先去申请入学，我好像可以两边跑对吧？就是壁纸假面跟那个蓝之圆盘的两边的故事轮流跑、啊。好啦，那就直接准备出发留学了。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那我们就出发吧。我刚刚那个甩帽子的动作好帅哦，那甩帽子的动作好帅哦。哦，这样看起来有点像跟着变态走的感觉哦。如果是小时候的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哦。不过小时候我也没可爱到会被变态邀请到去那个什么去其他什么学校之类的，或者是要不要来我家吃糖之类的，是都没遇过啦。灵芝密宝，刚刚才看过一次，又来一次灵芝密宝，然后呢，这次是什么？后篇蓝之圆盘，前篇是我的动画影片前半部哦，后篇是我的影片后半部，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哎、欸，这个没问题吗？好啦，不管了，这就是我的玩法哦。哦，然后看到了上面那个就是蓝之圆盘的形状吗？蓝莓跟蓝之圆盘有关系哦。枪到咯，哎，比想象中还要多人，而且还要漂亮哎，还以为是个乡下哎，又被有一只火之鸡哎，好可爱火之鸡哎。为什么你有御三家可以养啊？我也想要。欢迎来到我的蓝莓学院，我的蓝莓学院怎么听起来像是某个作品啊？我的英雄学院，等一下要不要吃头发、啊？嘿嘿嘿，哦，好酷的形状哦，好圆哦，这个是学校哦。所以哦，学院大部分都存在海里耶。你现在看到的是入口，学院的大部分都存在海里，好帅哦，在海里面的学院哦，所以还可以看到海里的宝可梦的意思咯，很厉害吧？确实是很厉害哦，比水族馆还要厉害好多哦。竟然是学校又是水族馆的感觉，还有啊，哦。你说说，很蓝吧？这可是我讲究的蓝莓色啊！而且连天空都是蓝的耶，太漂亮了吧，超级漂亮哎！这里只是应该湿气很重吧？这种地方怎么住人啊？这种地方湿气超级重吧？每天早上醒过来，那个就要把整个房间都烘干，然后烘干机应该只过一个小时就会全部都是水了吧？这要怎么住人呢、啊？还有啊，怎么了？倒是你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突然发现我好像没兴趣的感觉，是不是？完全不想要听他讲话啊、哦？为什么是在海里？校名的由来是你和克拉维尔哦，全部都可以问吗？那我先问问看好了，你和克拉维尔的校长关系是什么？是情侣吗？应该不会是吧？哦，耶、欸，你在意的地方还真是奇怪呢。当然啊，你们两个看起来都是老大叔了，会缠在一起也是有点意外啊、哦。那个吗？好像是哦，该不会你们是那个吧？跟我还有那叫谁啊？莫娜是对手的感觉一样吧？席兰校长和克拉维尔校长是研究所时期的学长和学弟，所以席兰是学长啊？我听说是这样的哦。你怎么突然跑进来？你是谁啊？他的耳朵好尖哦，你是妖精吗？没错，我正要那么回答呢。哦哎，好可爱哦。好可爱的角色哦！哎，这不愧是紫玉儿，紫玉儿听起来像宝可梦哎。然后你的胸口那个怎么看起来像是台湾国旗啊？那配色好像台湾国旗哦，好可爱哦这角色哦。哪里？这位是客人吗？哦，是紫玉，不是紫玉儿哦。哎，好可爱哦这角色哦。没错，他是来交换留学的阿斯，你们要好好相处哦。而且那是你们的学校校服吗？为什么袖子的旁边有凸两根东西出来？那什么东西？哇，就是传说中会从帕迪亚地区来的那一位，好有女孩子的味道哦！这孩子怎么跟我差这么多？哈哈，还没自我介绍呢，我是紫玉，现在二年级。你好，初次见面哦，我要给他好印象哦，这样之后才有办法筑起好良好的关系哦。喜兰校长竟然会记得人的名字，这可是稀奇的事。他到底是怎么当上校长的、啊？连人名都记不起来，为什么有办法当上这个校的校长啊？难道都不用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类的事情了吗？看起来你是一位相当厉害的人物呢。你说的真是直接啊！不要那么自豪好不好？喜兰，我要叫你喜兰呢，我要叫你喜兰，不叫你校长了。对了，子月啊，可以的话你就帮阿斯介绍一下学员吧。喂。
太好了吧，这看起来就是资优生而已啊，不对不对，什么而已，这看起来就是个资优生啊，我可以让资优生带我去那个参观哦，这么爽啊，什么有我来介绍吗？毕竟光是我一个人的话你也不放心吧。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这两个人该不会是儿子吧，女儿吧，应该是，应该是女儿吧，不要跟我说他是男孩子哦，他应该是女孩子吧，那是没错，但应该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你啊，只有你啊，我要指明你哦，抱歉，我不是不愿意哦，真的吗？真的吗？是因为席兰校长总是像这样把工作推给我，吼吼吼，你不是学生吗？我觉得那是不好的，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没问题的。这件事情的话，你真是不留情啊，哈哈哈，还蛮可爱的席兰，哦。嗯，不过能和传闻中的阿斯这样被这样讲，有点害羞哎。传闻中的阿斯哦，哇、哦，我有这么厉害吗？拉近距离倒也不错。我知道了，就交给我吧。耶耶哟哟，子玉，今天开始就请多多关照了。耶、yeah! ，哇，阿斯看起来也笑得很开心。阿斯好可爱哦。哦。那么我们顺着桥直走，直接前往穿堂大厅吧。好啊，好啊。喂，你好，你好，你好。阿斯，继续直走。好、啊、好、啊，等一下，在那之前，耶、yeah! ，超级可爱。喂，这是我的纪念性的一刻哦，入学之前的自拍照哦。好啦，那接下来呢？阿斯继续直走。哦，一样的话题是吧？我不想听，说到考试，我不想听。哈哈哈哈。被这么直直接接的拒绝也是很爽哎、欸！说到考试啊，好不容易想到话题了，结果马上就是我不想听。哎、欸，这边好多蛋蛋哦，这个是蛋蛋哎、欸，黑笑，哇，好多蛋蛋在跳啊！我一直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个宝可梦最后会进化成一只宝可梦？这怎么看都是不止一只啊！哇，好多蛋哦，好多只哦，嘿嘿。左右转呢、欸，还有一只破掉嘞、欸，那只破掉的真的没问题吗？那只破掉的也算是你们的兄弟姐妹吗？哦，他也有脸呢、欸，原来破掉的那只也有脸哦、喔，我刚刚看到了，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原来蛋蛋背后破掉的那颗也是有脸的、喔，那破脑，只有这颗是破脑哎、欸，嘿咻，然后这有这个哎、欸，鸭嘴火龙哎、欸，鸭嘴火龙好帅哦、喔，又有火之鸡了，怎么这么多人有火之鸡啊？这是对战场地吗？前面那个是入学中心吗？这是入口的意思吗？好帅哦！这里是蓝莓学园的入口，传堂大厅。蓝莓学园特别注重宝可梦对战，眼前的这片中央对战场会用来举办学园的官方战等哦。但没有赛事的时候可以自由使用啊？怎么没人在用啊？而且在大门口这边对战的话，也太引人注目了吧！在这个地方引人注目的话，感觉有点不舒服哎。好好好，我相信这里比起其他的学校，一定有更多的机会让宝可梦对战。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席兰校长在旁边让我有点绑手绑脚的呢。校长，你真的是校长吗？你是不是只是他爸爸而已啊？海风吹起来很舒服，所以没有对战的时候，观众席就成为了学生们休息的地方哦。如果台风形成的时候，第一个会遭殃的就是这个地方吧，感觉好危险哦。还有，本校有一个惊人的特点，哈哈哈，就是这里会有太进化野生宝可梦，真的假的？这种海上的地方也会有啊？哦，好可爱哦，他的眉毛粗粗的，好可爱哦。什么？是吗？是吗？这时候还是给他什么好了？他既然这么自豪的话，什么？啊，这在帕迪奥是稀松平常的事，是吧？哦，子玉，你好可爱啊！没错，是很稀松平常，没错。在帕迪奥地区被发现的现象太进化，在太金珠诞生之后，这个学院发明了能够控制太金机制的技术哦，这么厉害哦，这么厉害哦，哦。你一定很好奇那是怎么办到的吧？原理的话就算了吧。不过我知道有的话就很棒了，赞哦。你一定很好奇那是怎么办到的吧？是否？校长，关于那部分，等下去之后再说明会比较好懂。
所以请你稍后再说吧。你考虑的真是周到啊！哇哇，怎么这么厉害啊？我的玉啊！对了，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你们俩打场对战吧。什么？现在吗？对啊，我是冠军哎、欸，而且在大门口哎、欸，我才今天刚要来留学，就把子玉打到不行的话怎么办？这样到时候我会不会被霸凌啊？我会不会被欺负啊？子玉感觉就是一个学校的那个 idol 哦，就是那个偶像哎、欸，真的可以吗？嗯，我也想看看阿斯的实力，不然席丹你来啊，席丹你来，我一定把你打到没有那个、哦、没有面子哦。子玉儿他是联盟社的四天王，联盟社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的。我知道有宝可梦联盟啊，联盟社的四天王，所以他是四天王哦。而且他的父亲还是合众的道馆馆主呢，嘿，还是馆主哦啊，擅自泄露我的个人资料，我觉得那是不好的，不好的，打叉，好可爱哦，好赞哦，嘿嘿，我会在头等席观赏你们两个对战的。抱歉，席兰他啊，席兰校长他啊，不小心就把校长直接去掉了。话只要说出口，就听不进任何意见了。虽然如此，我也有点兴奋了。啊，在蓝莓学园，双打对战是主流，双打对战哦，是哦，这样子哦，所以我要带两只出来是吧？哦，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我有六只宝可梦哦，轻轻松松哦。这个视角好可爱哦，这场交流对战，一起加油喽！啊，好棒哦，不行。我在这个学员一定要一直跟那个子玉一起行动哦，如果不能一起行动的话，我会觉得很难过哦。哦，有了，来了，宝可梦训练家子玉来挑战了。喂、OK, ，出现了，侧脸拍拍跟副脸拍拍，喂、欸，第三代的宝可梦哎、欸。哦，合众地方该不会就是第三代的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跟叶绿版那个地方火红版那里吧？作为蓝莓学员的代表，可不能让人看到我丢脸的一面呢。喂，好哎、欸，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那个、啊、女儿啊？总之，他带副电拍拍跟正电拍拍哦，然后都是电属性的。而我这个宝可梦的话，我看一下哦，草属性不能克制哦。那我直接用个，我不知道妖精系能不能打电属性哎、欸。然后阿斯的母龙的话，有可能会被电死哎、欸，所以我先把阿斯的母龙给换掉好了，直接来换个啊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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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的话，到时候还是会把自己弄死哦。等一下哦，月亮之力打副电拍拍，然后直接龙爪，哪一招伤害最高啊？有点想不起来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哎，那我就直接用个龙爪好了。龙爪打副电拍拍哦，打同一只，先把一只打死再说。帮助哦，他们在互相拍手哎。啊哈，帮助了架势哦。然后好，我使用了月亮之力，半条血哦，这样应该收得掉吧。哎、欸，竟然打不死哦，这么硬哦！魅惑之声，哎呦，好痛哦！啊，对，龙属性会被妖精系技能打痛哦。啊，所以这个宝可梦是有妖精系的哦。他们现在这个宝可梦，我记得我有宝可梦有地震啊，不是地震啊，是重踏哦。地面系的话，我可以拿来打哦。哎、欸，只是我会不会被电死啊？暴鲤龙好像是飞行系加水属性哎，还是什么？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属性。鲤鱼王，鲤鱼王，你要被电死啊，鲤鱼王！攻击降低了，哈哈，帮助。其实我不晓得帮助这招技能是干嘛的哦。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懂哦。总之这样就可以把一只副电拍拍解决掉了。再来就是正电拍拍哦。哇，我带的宝可梦都看起来有够强哎。不过也是啦，我是冠军哎。魅惑之声 ，OK， 不会痛了。那这样子的话，啊，剩饭，剩饭这个东西有点拖节奏哎。这东西每次吃的时候都要吃好久哦。正负电战术行不通呢，那么别怪我来硬的咯。还有什么？你还有别只哦？哦，你还有别只哦？龙头地鼠，哦，他丢宝可梦球的姿势也好女孩子哦，他的站姿也好有礼貌哦。哇，这是多么的优质的一个小女孩啊！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要先做这件事情哎，然后把龙头地鼠应该不会克制我的宝可梦哦。哎，中他会把所有的宝可梦都踩过。哦，有效果，我应该不会把老婆踩死吧？应该不会吧？踩下去哦，对面两只宝可梦都会被我的地面系克制哦。啊，他竟然死掉了！哎，集中要害还特别有效果，是哦，这么痛的，哎，好强哦！哎，子玉你那么厉害哦，魅惑之身 ，OK 没事，完全不会痛哦，使用重踏，哇，这扣的血太少了吧？
这扣的血跟没扣一样哎，原来如此，你会精确利用属性相克关系来进攻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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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这什么伤害只有三分之一啊？我的鲤鱼王的物理伤害这么低哦？那这样的话，等一下哦。我记得左边那只地鼠好像有钢属性哎，钢属性加地面系的样子吧。所以我用阿斯浩斯阿斯的闪焰高歌，疯狂乱打对手进行攻击。哦，这不能指定要打谁哦，只能这样子用哦。龙头地鼠，拜托你了，尽情摇晃吧。什么？你要用地震了吗？完了，阿斯浩斯阿斯会。哎，十万马力，那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强？子玉，子玉，你怎么有点强啊？每一次宝可梦出来都被秒了。啊，怎么是这边？啊，你要打正脸拍拍啊？等一下，他有几只宝可梦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有很多只啊？啊，要打十万！完了，完了，我太小看他了，我以为跟刚才那个乡巴佬一样弱。哎，等一下，我先把巫波叫出来哦。上把巫波，完了，打不赢，打不赢，上啊，炸鸡！对面有电属性哦，我看一下哦。巫波的话，就先帮我复活一下宝可梦哦。怎么会这样啊？我以为到新地区的话，我是冠军，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我是冠军哎，这句话竟然用不出来哎，这样有机会吗？阿斯使用活力碎片，这样的话鲤鱼王就会复活了，然后再来使用闪焰冲锋。攻击龙头地鼠有了，成功打掉一只了。这样打掉一只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只是还有吗？感觉他还有一只哎。受到一些伤害了，不过还好啊。哦，巫婆快要升等了。啊，哈哈哈哈，死掉了，草绳结。那个东西是体重越重的话伤害会越高哦。可是我的巫婆应该很轻啊，怎么会被秒啊？这样子，厌烦。哇，对手飞行器不能打。不能打电属性，忘了，完了，都玩多久了，还会忘记属性相克？都玩多久了？哇耶，没事，至少剩下三分之一条了。呵呵，魅惑之身，哦，没事，不会痛，不会痛。虽然说是那个刚刚把我另外一只宝可梦秒掉的技能哦，不过这样的话就没事了。嘿，然后剩饭哦，他没有其他宝可梦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了吧？我看一下哦，直接闪焰冲锋撞撞看好了，闪焰冲锋。哎，有了，撞死了！阵电拍拍倒下了，这样就解决了。然后呢？这是炸鸡受到了反作用力造成的伤害。哦，成功战胜了紫玉。哇，好险！如果你再出宝可梦的话，我就玩不了了。只有三次还可以打成这样，哎，完全被压制了。真的假的？你这么给我面子哦？你这么给我面子哦？被压制的是谁啊？甚至还把复活的药都拿出来了呢。紫玉，你好厉害啊！子玉跟我交往吧，趁乱告白。子玉跟我交往吧，好厉害！你这是有两下子。不过我原本也很想见识一下，拜托我是冠军哎，当然的吧。太进化的当地道地用法的啊，对吼，我忘记帮他太进化了。哎，对哎，我想说他还有宝可梦就把太进化扣着了。蓝莓学员最近也才刚开始发放太金珠给学生。我希望你能分享使用方法的诀窍哦，下次再打一次，我一定用给你看哦。你们俩辛苦了，真是一场精彩的对战。对了，我差点忘了，还有制服呢。制服有哎，换上制服，展现浑身蓝莓味吧。哦，转学了，有了，要转学了。哦，直接换衣服了，哎，好可爱哦，水手服哎。哦，原来领带那个领带是水手服哦，你穿起来真好看。哦，背包也太方了吧，好有型啊！这个也顺便给你了，好好好。蓝之时尚名人卡是什么东西？哦，拥有这张卡就能在时装店买到更多商品，到美容沙龙、美发沙龙时也有更多样化的发型选择。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帕迪亚的地方可以多换呢。等一下，先去换发型好了。那么，怀着全新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到学院里看看喽。要在学园里移动的时候，可以从那个闸门选择目的地。让我来介绍蓝莓学园独步全世界的生态巨蛋吧。哇、哦，海底探险呢？等一下，在那之前，我先去换一下衣服。哇，阿斯好可爱哦！这就是蓝莓学院的制服哦。我先拍一下照啊、哦，一直拍，一直拍，好兴奋哦！刚入学而已，就一直拍，一直拍。咦耶！然后再来是这边哦。咦耶耶！哇！好可爱哦！你好啊，你好，我想要换发型。
店员注意到了阿斯的蓝芝时尚名人卡，我到底放在哪里？放在胸口是不是啊？默默的拿出了时尚名人用行录，默默的拿出啊，好帅哦，这是内行人才懂的感觉。欢迎光临，今天您想要做什么呢？设计发型。OK， 那我去准备一下。哦，来吧，那看一下有什么差哦。新发型在这里啊，编发，编发，有点太潮了。率性卷发，哦，好帅，也太蓬了吧！哇，那个卷的长度，那个卷的卷度有种四十年代的感觉，不对，不是四十年代了，太没礼貌了，大妈妈的感觉，大妈的感觉哦。然后松松包脖头，跟艺术风寸头，哎，还有宝可梦球在上面，太潮了吧！随性包脖头，哎，好可爱哦。摩登蜂窝头，哇，这怎么做的、啊？从正面好像看不太出来长什么样子。我选率性卷发好了。啊，好难挑啊！我已经看了五分钟了，到底在选什么东西啊？先试试看吧，不知道拍照会是什么样子哦。希望这样子还不错。哦，哇塞，也太蓬了吧！好咯，谢谢，让您久等了，这发型很适合您呢。费用是3000，用零用钱，零用钱就好了。嘿，我看一下哦，好像还可以耶，蛮可爱的吧？哦，这个发型自拍还蛮可爱的吧？我真的是一个25岁的男性大人吗？可是从背后看的话，好难看哦。背后那个头真的，看起来有点像拖把、哦。老实说，我去换一下好了。头发可以这样子突然变长又变短的吗？这该不会是在戴假发吧？再换一下啊、哦！一直换。OK， 我刚刚转过来，哇，好可爱！哈哈哈！啊，跑过来，太贱！看到了，我现在在拍照啊，怎么睡着了？好了，就决定是这个发型了。哇塞，三奈朵真的好可爱啊！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么可爱啊？起床了，我们要回去国外了。我们要回去国外是怎样？这什么奇怪的词啊？早安。我看一下哈，地图是这个，一直转圈圈，真的好疗愈哦，怎么这么疗愈啊？我都快流出眼泪了。果然年纪大了之后呢，眼泪就很容易会流出来哦。只是我要怎么去学员啊？等一下，我找一下学员呢，学员在哪里啊？啊，有了啊！哇塞，我现在地图有3个哎，这里是帕迪亚，然后这里是那个北上乡，然后再过去的话，这里还有一个蓝莓学员哦。蓝莓学院根本是一颗地球吧？直接四个分界，这中间的分界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该不会是海里吧？这好像是海里耶。然后他把四个区域都把它做成了不同的，怎么讲呢？不同的属性的区域吗？哇塞，太扯了吧！这学校的经费是真的不用啊？这学校经费怎么来的、啊？不可思议耶！啊，等一下，学校在西南方下面这里哦。啊，哇塞！太难找了吧，超级隐秘耶，这学校。那再来要穿过这个穿堂大厅是不是？这里吗？要跟他讲话吗？欢迎来到蓝莓学园，从旁边的闸门可以前往学校内的设施哦。哦，直接进就好了。要去哪里呢？生态巨蛋哦。嘿，啊，刚才看到的地图就是生态巨蛋哦。哇，真的超有钱耶，这校长超有钱耶，这学校超有钱耶。吼，可以在四个区域冒险，一边学习宝可梦相关知识的海中庭园哦。这根本是，哇，雄鹰高校了吧？到底多有钱啊？经费无限的学校，我从来没有去过经费无限的学校哦、啊。除了在动画或者除了看过跟在这个宝可梦里面之外哦、啊。只是这边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逃生出口怎么办啊？哇，海底隧道哎、欸，好、哦、有水族馆的感觉、哦。哇塞，这真的是海底吗？哪里来的太阳光啊？这真的是海里吗？太亮了吧！骗人的吧！太漂亮了吧！海里面可以做成这样子啊、哦！而且我还可以看到所有的陆地耶，后面那边也有冰山。哇！哎呦，逃生出口，那还是皮丘做的吗？皮丘的逃生出口哎，好可爱哦！这就是蓝莓学园，独步全世界的海中庭园，生态巨蛋。但因为是位在海里，但因为墙壁和圆顶上都有投影，所以就像是在户外，对吧？哦，那是投影哦。这里人工创造出了适合宝可梦栖息的环境，
是我设计的哦，可是花了大把大把的钱啊。真亏有那种经费可以让你设计出这种那个怎么讲啊，幻想到不行的地区耶。光是设计还不能理解吧，那个钱才是重点的吧。巨蛋里包含了四个环境区域，首先是这里充满了亚热带风情的草原区，哦，前面还有泥沼耶。正面右手边是南国气氛十足的海岸区，哦哦哦，左边是能够看到溪谷景色的峡谷区。为什么要拉长音啊？最后最里面看到的是拥有雪国风景的极地区，极地区冷气开很强耶，在这种海里面还可以开得这么强哦，哇，这个地方的电费经营费怎么处理的啊？每个区域的气温和湿度等等都经过些微的哦，细微的调整，所以只要区域不同，栖息的宝可梦也截然不同哦。啊，这可是我费尽心思讲究的啊！我不理他，不理他。阿斯，你对哪个区域有兴趣呢？子玉，你对哪个兴趣？先不要去雪国哦。雪国好像也不错哎，亚热带南国溪谷。等一下哦，我想一下哦。现在是冬天哦，如果是冬天的话还是去极地区好了。原来你喜欢寒冷的地方啊，其实不太喜欢啊。我现在甚至连把那个窗户跟门都关起来在录影哦，因为好冷哦。今天天气只有14度还是3度而已。虽然我也怕冷啊，虽然我怕冷，但冰属性宝可梦很可爱哦。想帮宝可梦回复时，欢迎自由使用设置在巨蛋里的自动回复自助回复机。诶，乔伊小姐呢？乔伊小姐在哪里？这里没有开分店吗？什么？这里竟然没有乔伊小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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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音乐了吗？那么席兰校长为什么在蓝莓学院里野生的宝可梦会太进化，还会有结晶生成呢？咦，你不是知道吗？哦哦哦，原来是要这样进行啊！哇塞，哇塞，子玉也太能干了吧，太能干的女人了。预知答案，请看圆点。圆点哦，那正是守护者生态巨蛋的生态核，怎么感觉有一天会坏掉啊？那里头装着的液体中拥有帕利亚采集的某种物质哦，听起来超危险的，听起来超危险的。我常常看过一些作品哦，那种液体如果不小心漏出来的话，就会让整个生态坏掉，对不对？然后圆顶破掉，大家开始逃，许多宝可梦死去，最后拍成剧场版。因为从那里会照射出钛金的能量，所以巨蛋里的钛金元素很活泼。好厉害，太神奇了，原来如此。子玉你也太优秀了吧。这么说起来，生态核里面的物质是什么呢？真的还会引导他，引导他说明。不是要说明哦，这个资讯没有公开吧。也不能公开吧。那个吗，感觉很危险呢。咦，是什么？竟然是不知道？喂，喂，你这大人也太不可靠了吧！不过我喜欢哦，席兰，席兰，你这个性我真的很喜欢哦。这件事全交给了白雷亚负责，我不太清楚呢。白雷亚，真的假的？竟然是白雷亚老师哦！啊，白雷亚老师现在出去外面了，没问题吗？我想也是。叮当咚啷，哦，广播哎。实习课即将在海岸区开始，要参加的学生请到海岸区集合。叮当隆咚，正好要开始上课了呢。哈哈，机会难得，阿斯，我们一起去上你在本校的第一堂课吧。好啊，好啊，是，没问题。子玉说的，一定去。你真是热心学习，没有，我是热心跟你在一起。我们一起行动吧。我帮你把巨蛋的地图登录到手机骆驼姆里面，紫色的，它的是紫色的。生态巨蛋地图，谢谢哦。生态巨蛋要自己走一走才有趣，要是由我来带路，说不定反而会碍事。不会，不会，真的。所以呢，到海岸区上课地点的这段路，就请你用自己的双脚前往吧。哈，真的吗？不能一起走吗？学姐，学姐，对，她是我学姐，突然想到。看来就算我不在也完全没问题了。咦，阿斯，我们也帮你准备好了宿舍的房间，你之后可以去看看啊。还有，你打开图鉴 APP 一下。哇，我是
唯一的转学生，唯一的留学生哎，而且还是校长跟子玉两个很厉害的人在带我观光哎，我应该会变成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啊！哦，每天早上过来就是，那个是阿斯吗？那是阿斯的宝可梦图鉴中最佳的蓝莓图鉴，喂，蓝莓图鉴哦，我还没看过图鉴，生态巨蛋里的宝可梦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捉个够哦，好啊，那么尽情享受在蓝莓学院的生活吧。怎么了？这两个人表情，他真的就这么走了？哦，原来是傻眼哦。我也好好照顾你的，你不用担心哦。谢谢，谢谢学姐，学姐我喜欢你。去上课了哦，我会在海岸区等你的。好的，学姐。学姐说的是我一定抽到120分哦，满分100分。哇，学姐，学姐你好。啊，学姐走掉了。哇，学姐好有女孩子的感觉，好可爱哦。哦，阿斯，你这脸到底是怎样？这什么表情啊？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是谁帮你设定成这个脸的？那是什么表情啊？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图鉴哦。图鉴的话，这个哦，这个是更新的北上跟蓝莓哦。哦，看一下哦。啊，蓝莓图鉴就是蓝莓区域会出现的宝可梦种类，是不是？还有请教王哎，怕麻烦宝可梦哦，太多人在睡觉了吧？然后嘞，哎，这边有这个哎，这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叫什么宝可梦来着？独角犀牛，对，独角犀牛，哎，哦，还有蛋蛋呢，哦，蛋蛋呢？等一下哦，等一下，指不到啊，56等哦，这种等级哦，哎，话说我的巫破差1300经验值，1400啊就可以进化了，我先把它进化好了，这样稍微宝可梦够就好了，哦，好厉害哦，蛋蛋的壳，厉害商药成语，太赚了吧，只是这经验值偏少哎。哦，这边还有那个哎，毛球哎，好久不见哦，不是野苹果，格斗钛金碎块，哦，钛金碎块可以这样拿到啊，哦，这个东西真的好爽哦，这样一直捡东西的感觉，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嘟嘟哦，哎，嘟嘟哎，哎，真的呢，哎，没有进化，等一下，巫婆没有进化，哎，等一下，57等还不会进化，哦，是这种感觉在补血的哦，哎，还不错哎。巫婆他们回复精力了，哎，这边有电斑马，哎，哎，好可爱哦，超可爱这家伙，哈哈，哎，超级可爱，超级可爱，哎，那边有一个方块，那什么东西？不知道哎，可以站上去而已。哦，浊流，捡到技能了，浊流这招技能还蛮强的，水属性哦，草原区，哦，第一个草原区对战的人哦。一望无际的大自然，欢迎来到草原区。你好，你好，你好，学姐，学姐你好。学生波兰雷来挑战了，哇，晒得很健康哎。哦，椰蛋树和嘟嘟利哦，都是这一区的。椰蛋树哎，是蛋蛋的进化哎，我用精神强点打椰蛋树好了。虽然效果应该蛮普通的，然后应该要先集中打一只，对不对？先集中打一只好了。大晴天哦，出太阳了。等一下，他该不会等一下会用什么阳光烈焰之类的吧？哇，好痛！竟然是毒属性，精神强烈，感觉没有效哎，还有毒属性哦。哦，这家伙是有毒属性的哦。完了，我两招都用念属性的超能系在打，哈哈哈哈啊，属性记不起来。换阿斯出来好了。然后阿斯的母龙就直接咬碎咬嘟嘟利好了。哇，没想到第一个对战的对手就有点强哎。阿斯的母龙跟阿斯哦，催眠粉啊，哈哈，没有中。所以啦，那招中的话很麻烦欸，大闹一番，成就啊母龙哦，技能好，伤害好低哦，不过防御降低了，那我再用闪焰高歌打椰蛋树哦，然后再来试试看龙爪好了，龙爪打得痛吗？虽然伤害应该是差不多哦，先这只爪欸，有欸，先这只爪，这样就可以先攻击了哦，有龙属性，因为我是龙属性的关系哦，所以用龙属性攻击会比较高啊。哇塞，4800经验欸，这经验值也太多了吧！啊，是的母龙啊，好痛哦，直接被秒了哦。然后闪电高哥来了，哦，有了，效果绝佳哦。所以这边的人真的都是双打欸，应该除了双打之外，不会有其他的情况发生吧？我猜会不会还出现三打啊？那就有机会吼。啊，真狂野呢！对吼，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啊。找王的不对，应该说是我的巫婆，正常来说应该是20等就可以进化哦，
那现在没有进化的话，我可能还要到时候再继续看一下是为什么、啊。我们就我先把我的活力碎片给拿出来哦，就不回去宝可梦中心了啦。然后喝个果汁牛奶哦。哦，怎么这么多啊？我之前到底买了多少啊？我记得我好像在拍那个沙奈朵老婆的婚纱照的时候，那个城镇那边买的，对不对？就是有竞标的那个地方的城镇哦。记得太清楚了吧？哦，这个是沙漠蜻蜓的退化吗？沙漠蜻蜓的退化、欸，这只我想要。超音波幼虫哦，这宝可梦我超喜欢的。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会进化成什么吗？就是沙漠蜻蜓哦，月亮之力。好、哦，精神强烈这样打下去，哇，竟然直接死掉！哦，还有突突犬呢，好可爱啊！竟然有突突犬呢，然后它不会主动攻击哦。跑过来了，超级可爱。那第一颗先丢精灵球，一般的精灵球哦，试试看哦，这样会中吗？三啊，怎么不是丢球是攻击啊？啊，错啦，有了吧，有了吧，有了吧，来吧 ，OK， 终于抓到了，我竟然用了六只还七只的机会才抓到它、欸，有这么难抓、啊？没这么难抓才对啊！啊啊，巫婆又哎、欸，啊，我以为是巫婆进化了。OK， 超音波幼虫啊，哎、欸，我之后应该会让它进化哦。OK， 来了，帮它取名叫做苍蝇哦。哎、欸，然后我看一下哦，先放到盒子里哦。如果这样子，我的那个巫婆没有进化的话，哦，有了，巫婆进化了。哦，要升两等才会进化哦，野生的宝可梦。哦，巫婆的样子，因为二十等正常来说就会进化啦。哦，不小心看穿弟弟了，海里面原来长这样哦。有啦，我要找王哎、欸，超级可爱啊！我真的好喜欢找王的脸哦，你们不觉得超可爱的吗？而且它的形状很单调哦，后面这尾巴看起来根本是老二，眼睛小小的，哈哈哈，好可爱哦。有了，找王。水鱼宝可梦哦，哎、欸，然后再把我的沙漠蜻蜓也带出来好了，先把它叫出来看一下好了。有了有，哎、欸、哎、欸，我知道，直接野餐比较快哦。哦，哦，哈哈，好呆，好可爱哦。等一下，先拍照。我今天游戏是不是玩不完哦、啊？哎呦喂，喂，小王洗澡澡，小王洗澡澡啊，按错了。好近好近，哈哈哈哈，哎、欸，他会挥手哎、欸。他左手刚刚挥了一下，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啊，嘴巴好大好臭的感觉哦，啊啊啊，跟猫咪一样的感觉，嘴巴应该很臭哦，啊，坐下了，啊，等一下怎么了？老婆怎么了？怎么又跑过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啊，真可爱，诶，这边竟然有野生的沙漠蜻蜓在走路哎，诶，竟然有野生的沙漠蜻蜓在走路哎。哇塞，原来长这样子哦，哇、哦，好帅哦，58等沙漠蜻蜓哦，我为什么不抓它就好了？它感觉比我身上这只还要好哎，我身上这只等级太高了，没想到沙漠蜻蜓竟然可以直接抓到哎，哇，以前都要自己练的，哎，先能量球，这样下去应该血量就差不多了，橘血的话就可以抓了，不忘球可以抓虫系哦，这个几率蛮高的，而且也蛮漂亮的，就决定是不忘球。按错了，按错了，出事了，撑住，按错啦，哈哈哈哈哈哈，我一直按错，咦，找不到沙漠蜻蜓呢？哦，这边有技能呢，沙漠蜻蜓刚刚只看到两只，指导提高我方全体的攻击跟防御，好猛哦，这招，没看到沙漠蜻蜓的话哦，我一边打，哦，我、哦、有好多只哦，哦，好多苍蝇哦。哎、欸，这边超多只在飞的，超音波幼虫苍蝇哦！我先去打对战好了，然后一边打一边找哦，搞不好我的沙漠蜻蜓就会突然跑出来了，从身上哦，快进化了啊！实在不想写作业，所以就来生态巨蛋了。这个学校还有作业哦，我该不会之后也要写吧？麦克 ，Michael， 怎么到处都可以看到 Michael 啊？OK， 结束啦 ，Michael， 哦，有了沙漠蜻蜓，再来一只，喂，等级不要太高，等级不要太高，
五十五十六等，五十六等，拜托了，五十啊，六十七等也太高了吧？还可以再一发吧？这样还可以再一发吧？再发不会死吧？哦喂，有喽，捕网球。等一下，他好像没有重系了啊啊啊！沙漠潜艇进化到最后之后没有重系了哈，突然想起来了。等一下，他有重系过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虽然他的退化是重，但好像不是。高级球就高级球了啦，拜托了，进去吧。哎 ，in， 哟哈，太好了，捉到沙漠蜻蜓了。这只只是单纯我的收藏癖，我想要而已哦。我身上还有一只苍蝇，好像应该帮他改个名字。对，他是龙系加地面系，没有重属性哦。振翅声简直有如歌声，凡是被这声音魅惑的，最终会被卷入沙暴，成为沙漠蜻蜓的食物。哦，它是肉食性哦。要将大苍蝇送到哪里？送到同行的宝可梦里。大苍蝇，小苍蝇跟大苍蝇，什么烂名字啊？到底谁取的？好了，那差不多该去找学姐了吧？都已经过多久了？学姐，学姐到底在哪里啊？啊，等一下，后面有东西，看到就会想要把它捡干净哦。要出车祸了 ！OK OK， 哇塞，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那个那叫什么？我想不起来那叫什么了。捕蚁啊，杀地狱啊，中文叫什么？阿力基狗壳。原来那个东西是这个生物哦。这边还有混混二混混二超强的哦，跑过来了。我先把它打掉，然后登记一下那个好了，那个图鉴哦，不会打输吧 ？OK。混混二这只宝可梦我超喜欢的哦，很强。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完全没看懂哦。这只宝可梦我不认识哦。还有电斑马哎！沙漠蜻蜓打输了，我的大苍蝇打输了，上面还有鸟哎。我这边还有那个进化型的，想不起来名称，但是有用过哦。这只宝可梦也很强哦。哇，13个钛金碎块，这是什么？大变虫哎。粪金龟，竟然有粪金龟这种宝可梦哦，好恶心哦。那颗真的是大便吗？重滚你哦 ，OK， 先跑了，超恶心。而且我怎么好像有抓啊？我刚看他右边好像有，有那个宝可梦球的形状我有抓那只哦，真的假的？我抓过啊，我抓这只干嘛？重滚你十二等，我抓大便干嘛？买一送一这边还有混混二的最终进化喂，好帅啊！不过就先不抓了，一直拖都走不前进了。然后这里就是水区哦，学姐呢？学姐刚刚说去哪里了？草原区啊，上课要在草原区，所以学姐来这里哦。哦，想起来了，特工增强剂哦。你是拿到两罐哦，那东西很珍贵的不是？在这版本都不珍贵了。这什么龙虾还有龙虾哦。哇，这是不是可以拿来当海鲜餐厅的料理啊？哦，打赢了好胜壳，好胜虾的壳，然后这边好多小鸟哦。这只是什么？中间那只没看过哎。中间这只什么？应该不会是色尾吧？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好可爱哦，长得超可爱的，超能喵喵，喂，超级可爱。怎么办？我想要抓它我抓一下好了。大苍蝇使出地震。喂，伤害好高哦，明明都还没有养成的，是直接抓现成的野生宝可梦。in， 嘿 ，easy。后面那只小鸟好可爱哦。超能喵喵哦，喵喵，还蛮可爱的名字。来了，雌性的样子哦，它还有雄性的样子哦。哦，一只宝可梦一旦感知到危险，就会释放出最高强度的精神力量，丝毫都不会去顾虑对手的事。怎么这么危险呢？如果有人要对它乱来的话，它就会直接把对手弄到坏掉的意思。然后它的尾巴有两根好可爱哦。OK， 要将巧克力送到哪里？送到盒子里。为什么会叫巧克力呢？我也不太懂，就突然想到这个字了。怎么可能会不懂啊？这只就是公的样子，没有带裙摆了。这样子哦。波导弹，这不是格斗系技能吗？我现在身上好像没有任何一只宝可梦有格斗系技能，对吧 ？OK。把它学起来哦，波导弹的伤害有80哦。老婆学一下，我看一下哦，能换的技能的话，撒娇怎么办？草系也不能换，妖精系也不能换，这个也不能换。撒娇真的吗？撒娇没人换，你还会记得我吗？你还会记得跟我撒娇吗，老婆？
啊，先把它学起来哦，不然现在这个区域太强了，动不动就一直死掉哦。要拍咯，说皮皮，哎，这只可，这只超可爱，这只超级可爱，啊，直接挡到他面前，哈哈哈，我超喜欢这只的，它进化也很可爱哦。哎，啊，我要在哪里上课哦？这边都是人，但我找不到上课的地方，哎，好浪漫，耶耶，吃这么开心哦。怎样啊，阿罗拉，阿罗拉，阿罗拉，你是在打宝可梦对战的人吗？我把他教训一下好了，应该是吧。嗨，阿罗拉，我超喜欢阿罗拉的宝可梦的呢。阿罗拉是谁？我好想看一眼阿罗拉的样子的咕隆，哎，龙龙眼，他是否在你的同行宝可梦或盒子里呢？没有，我没有那只哦，龙龙眼，就只有龙龙眼，我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嗨，嗨，这样啊，你在写作业哦？嗯。好像没办法跟他沟通哎，只能跟他旁边的这只狗沟通了。哦，那丢石头、啊，哇，有好多毒刺水母、啊，好危险的海滩哦。啊，我看到了，我要去这里啦，蓝之圆盘去海岸区上课吧。等一下，我在那之前巨蛋里的海，我先把这只家伙给解决掉啊。巨蛋里的海和真正的海不一样呢，为什么是西南啊？问号。你是第一天来上课哦，麦斯，麦斯，麦斯大冒险，花舞鸟，哦，两只一模一样的。这是夏威夷的来的，我夏威夷来的小鸟是不是？有一点可爱、欸。这小鸟好像是幽灵加飞行系的。哎、欸，它速度竟然比我还快、欸，真的还假的？觉醒之舞？哦，不会吧？哦，大苍蝇，你怎么又死啦？我的大苍蝇啊！我觉得你是很强的宝可梦，你怎么会这样一直挂掉啊？不过也没办法啦，毕竟是野生的哈。虽然说67等，可是几乎都没有加到什么好数值。哎、欸，他、啊、怎么还在攻击？哎、欸，他、啊、怎么都没有我的回合？他们连续打四回合、欸，有没有搞错？啊？他的特性是什么特性啊？有谁使用跳舞招式时，自己也能接着使用跳舞招式？他们两个轮流跳舞就不用打了、啊，这什么鬼啊？还有这种宝可梦，我一定要撑住一下之后，我才有办法攻击他、欸。哎，啊？哇塞，这宝可梦也太强了吧！这样双打对战根本无敌了吧？我打得赢吗、欸？我想说应该是轻轻松松随便打的宝可梦，结果竟然一下把我秒掉，一下把我秒掉。我的速度够吗？我看一下哦，重踏，重踏大闹一番，重踏它有飞行系哦，我用水流威打好了，打得到吗？觉醒之舞，哎、欸、哎，撑、欸、住了，撑住了，舞者，觉醒之舞，完了又是，完了，阿斯阿斯阿斯要被打了，完了。完了，要被灭了！没事，他打那边，然后 ，OK OK， 撑住了，撑住了，然后应该没了吧？有了，终于有我的回合了，他们竟然可以打四回合，这到底是什么大变啊？还没死，竟然不会死，完了，我要打输了，各位！啊，屁！怎么会这样啊？啊？我怎么会打输啊？哦，还没有输哦。只是快要输而已，我先补一下哦，我尝试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们哦。阿斯奥斯补满之后，再来鲤鱼王也把他补满，快闪开，快闪开！咦、欸，打输了，死了，补了也没用，被两下打死了。觉醒之舞，哇，一直跳一直跳就好了。到底是什么鬼技能啊？太扯了，打不赢。哎，有了，转机来了，电光一闪，速度一定比他快吧。然后鲤鱼王的话就补一下自己好了，鲤鱼王就补一下自己哦。哦，这样就有机会赢了吧？怎么会这样啊？明明都还没有到第一个城镇，我就已经一直遇到困难了。啊、这游戏是不是变难了、啊？啊，没死，不是吧？去吧，电光一闪，这样的话怎么样？喂嘿嘿，打赢一只了，终于打死一只了。啊啊，太硬了吧？怎么会这么强啊？到底在强几点呢？有了，终于打赢了！我以为会打输哎、欸，竟然没打输哦。OK， 学生麦斯强得跟鬼一样啊、欸！没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强得跟鬼一样、欸，如海一般强大的力量。
我今天四只宝可梦都死光了。哇，这边也太多人在睡觉了吧，好多海星的感觉哦。好可爱哦，树懒。哦，就是这里是吧？哎，好多人哦，大家都在等我一个。你好，我是今天来的转学生哦。身为冠军，但是我刚刚被两只花舞鸟打得落花流水哦。你好，你好，你好，学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阿斯，嗯，好近。你没有迷路吧？其实我有迷路，我有迷路，迷路了。是，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啊，好喜欢哦！啊，各位同学，阿罗拉，我们这就开始上课吧。阿罗拉，阿罗拉是谁？阿罗拉啊，阿罗拉是你好的意思吗？不会吧，是这个意思吗？看来今天有第一次参加的同学呢。哦吼，这个海岸区透过人工重现出了像南国岛屿一般的环境，同时这里栖息着许多适应了这种温暖气候的宝可梦。当中也有宝可梦因为受到比一般环境还要多的光照，所以长得比其他区域的同类还要大哦。哦，没错，相同的宝可梦在不同的地区样子长得不同，这就是地区形态哦。我有听说过，就像是小王好像也有另外一个颜色的。那么大家实际去抓看地区形态的，地区形态是阿罗拉的样子的宝可梦吧。哦，这里是阿罗拉哦，是这个意思哦。抓到之后记得来给我看看哦。那么课堂开始，这样的课程哦，这样子哦，蓝莓学员有很多需要实际去尝试看看的课程，那么你的第一堂课要好好加油咯。学姐，好的，好的，学姐，哦，学姐笑得好开心哦。你知道该去找什么宝可梦吗？比如说成长的好长的椰蛋树，就是经典的阿罗拉的样子的宝可梦，很长，好像很好笑哎，好想要一只哦。好啦。那今天先玩到这里哦，我已经玩了好久了，怎么玩这么久还是没有进度啊？